我们是老庄，没有。昨天彩排的时候还说你们下去需要7分钟化老妆，要我撑住。为什么你们一出来的时候，每个人都光鲜亮丽？等一下，我们这样吗？我们举手，我们有讲这句话，有讲这举手，1、2、3。没有啊，有啊。我们是说那影片是2005年的5、5、6、6，2005、6那个时期，就是我们78岁嘛，你跟我同年嘛，对不对？我那时候也是。那现在是几年？ 现在是2022啊，对啊，那就不应该是化老妆啊。<笑>你要换算一下时间点啊，现在是2022，你不应该是这样，你这样子就很funny啊。我知道我很funny啊，因为我知道我现在很funny吗？<笑><笑>我跟你讲，我最开始都没有笑场，我刚一走出来看到你的时候，我忍不住笑场了。<笑>我跟你们讲啊，刚刚其实我在唱的时候，我瞄到后面人符，然后是没有老妆的，我心里面在想说，哦。 那可能是之前的画面。<笑>你什么时候瞄到？就是我在那放下了你我的自尊后，哎、欸，
刚刚回头看我们的表情吗？对，你没有捕捉到。刚刚很好笑是，他这边看到那个大荧幕，他说：“哎，人夫没有。”他转头看我的时候，麦克风就放下来。他反应超真实的。但各位，我们这也算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。演唱会的彩排，我们有两个版本，怎么样？够忙了吧？一个版本是抖小刀的，一个是真实。我们现场的观众评评理，你没有看过一场演唱会在整嘉宾的吗？哎，等一下，你算团员，是团员，不是嘉宾的。你是团员，对，你讲的是嘉宾。你们这样讲，我觉得背景是应该的。不是你这样讲，我们也会很困扰。因为你每一次都说你要来，我们就要想一个东西来整理，那很困难的。辛苦大家了，想到这么难的，真的谢谢，不容易啊，你知道，你不要讲说，就是团员都没有人站你这边，我其实有站在你这边。你怎么说的？就是呢，我全部这个 round 看完，然后彩排完之后，我真的讲说，我就跟另外两位讲说，哎，我真的觉得这场演唱会办完之后，小刀没有退团，他人真的很好。因为其实我们想要让小刀搬回以前，因为他上一场演唱会结束之后，小孩子问他说：“爸爸，你为什么在演唱会上面会掉鞋子，要人家帮你穿鞋子啊？”就他上一场演唱会有点不好，那个就扯。对。这场演唱会我们就想要让你有一些光荣的时刻。对啊。你这样很光荣吗？你们说，这样有很光荣吗？你喜欢吗？其实如果你真的老了是这样的话，真的很帅。对，老的时候如果这样的话，真的帅。没有，我现在其实心里很多话想想，但是不太方便。你把麦克风拿下来，捂嘴型，等等等。哇，好长一串哦！好长一串。我觉得我心情还好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是对着你讲。对，好了，但是真的小刀真的啦，他每次我。